现在说一下这个人死的时候舍食变现中阴身的过程。这个造不善业的人呢，他这个身体啊，就是从上往下量的，量下去。正常的人吧，还是一般都是从心里面出来啊，就先量头，慢慢的量到心了。造善业的人呢，他就从这个下腹部往上量，量到心间啊，然后再往上量。中阴身呢，一般就是从心室那个地方出来。在我们这个第八识的这个见分呢，还在这个心包里面，一般是在这个位置见分哈。虽然它是变化无常的，但是它中国人是说心的哈，外国人说脑，心和脑的不一样啊。西方人他是说智商，都是提到的大脑，他们不懂得心。对，我们这个中国佛文化嘛，他无论是到儒家、道家、佛家，都提到这个心字。啊，这心呢就是更深层次的啊，就是一般是指这个七十和八十的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一个一个东西。第七识执着，第八识也是一个生灭的相续不断的一个藏识啊，如来藏识啊，它储藏着各种业系种子，所以叫藏。这个人呢，死的时候呢，一般正常的人是从心识出来的，如果是下地狱的话，他都不是从心脏里出来，都是从下面出来。有说从脚底板出来的，有从说下门出来的啊，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口子出来的。啊，这下地狱的人是这样子的，普通的人一般都从心脏那个位置出来。中阴身怎么形成的呢？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啊，第六识停止作用了，没有意识了，但是呢，这个第七识并没有停止作用。有经验的人可以知道啊，人气也断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先手脚也冰凉了，但是心口是热的。心窝里还是热的，有些人气都断了好几天了，但心口还是热的，心口还有点还有温度，就是这个中阴身还没有出来。中阴身一出来以后，这个心口就慢慢也就凉了，其他地方都凉透了啊，但是心口是热，这说明还没有死透啊，是吧？现在怎么会心口是热的呢？心脏早就停止跳动了，是吧？这个血早就不流了。它不是在心脏那个地方，这是心口啊，正中间那个地方啊，它这还有点温度。第七识呢，跟第八识纠缠在一块地方，在这个心口这个地方，这个我执还在，并没有中断。人死了以后，我执并没有中断。这个时候呢，过个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时间，慢慢的第七识就开始起作用了。因为我执这个我爱，我执的执着还在。那么呢，无始以来对这个身心产生的实有细论啊，已经深深的熏习，善与不善的两种业气呢，也就熏习的很深。对身心的这个实有的这个细论呢，这个熏习呢，就是现起中阴身的原因。中阴身的状态呢，跟这个善业和恶业有关系。中阴身的形态是恶趣的中阴，还是欲界善趣的中阴，还有色界的中阴，还是无色界的中阴，这由这个善不善业决定。在中有期间呢，这个中阴身呢，中阴身也叫中有，诸根具足，诸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六根呢，有隐业。当生合道，中有就会变现此道的身形。在还未受生时呢，中阴身眼无障碍，犹如天眼；身无障碍，如具神通。但中阴身呢所具有的这种异常活跃的能力，只是业通啊，完全受业力的支配，没有自在。中阴身只有同类及修的天眼者能看能见。
有天眼的人能看到这个中阴身，因为他身体发出来的电磁波呀，我们人类的感受不到，他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不是可见光，所以说呢，我们一般的人看不到。但有些时候啊，我们在不特殊的状态下，特殊的情况下会看到的。特殊状况下，有些时候人也可以看到鬼的啊，他身上发出来的那个电磁波啊，哎，你可以感光就看到了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看不到并不是它不发电磁波，而是它发出来的电磁波的波段不在这个可见光波这个波段里面。任何生命，中阴身也是发光的啊，它发的叫也是一种磁波啊，它一般都是频率比较低啊，就是红外线，所以我们看不见。但是能量高的哈，就是如果升天的，它发出来的波就不一定是红外线，它可能是紫外线，这是能量很强，但我们也看不见。这个没有什么哈，这个就是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那么呢，我们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中阴身的话，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必定会得生缘。这个也不是绝对的。首先这个七七四十九天这个天就不是我们说我们平常人间的这个天，佛教的这个七本身就是个圆满的意思。对中阴身来说，他的境界里的七天并不一定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个七天，也不是绝对的啊。但是如果他是投身做人的话，他是人道的这个转身做人的话，一般来说他这个七天就跟我们这个七天是差不多的。如果他投身地狱道的话，那就快得很啊，他这一天就是一会儿就过去了，可能很短的时间，但是他感受的时间也是漫长的。地狱的恶鬼他就是在人间可能一分钟，那个鬼啊可能感受的就是好像几个小时，甚至就是这种感受，他很漫长过的时间，过的就是既很煎熬，很短的时间内他会觉得时间很长很长，很难受啊。那天人呢，他就不，天人呢他是这样的，一分人间的一分钟，可能天人就感觉就一秒钟两秒钟，就这个感觉啊，他时间就过得很快啊，一分钟对他来说就一两秒钟的感觉。我说的这种感觉是心的感受，我昨天又说了，这个时间感就是从心上来的，你心动得快，时间就会觉得很漫长，心动得慢呢，时间就过得很快的，这个是相反的，很奇怪哈。以人类的这个时间感来做参考，就是那么天人的时间呢就是很快的啊。我们一百年他的感觉上就好像跟我们的感觉过一天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他的一刹那比我们的一刹那相对来说要长得多，同样是一刹那，感觉上是一样的，但是时间一对比呢，他又时间很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中阴身投胎呢，胎生一般来说就是对父母啊生起这个贪爱心了，然后呢就是入胎，这个就不细讲了哈。胎生一般都是男女的这个贪心，有贪心啊，动物也有公的母的啊，这种贪欲。湿身呢，他是贪着那个在这个潮湿的地方，他不需要父母，在这个潮湿的地方就可以化身啊，就像我们的细菌，细菌是不是没有父母啊？它就是在潮湿的地方，细菌就会繁殖，所以说细菌属于湿身。还有卵生，这个龙啊、什么鸡啊、蛇呀、这是有生卵的啊，这种也是跟胎生有点相似。还有化身，化身呢就是升天了。或者到下地狱了，下地狱也是化身啊，直接就化到地狱里去了，也是化身啊。升天也是化身啊，有些升到比较高的天啊，到了这个夜魔天以上，众生也是化身的，不是父母生的，好像长东西一样，从他们身上就化出来了啊，也是跟天人有缘的啊，他会也要借助这个天人的身体来化身。听说也有在莲花上化身的
啊，直接在莲花中这个更高的天人啊，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因为贪爱，贪着那个境界，他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中阴身贪着那个他那个妇人附在他的鼻涕里面一样的啊，他一贪爱他就过去了，一切都是因为贪着，只要一贪着就会啊到了那个境界里面去，那个境界呢跟他自己的业有关系，他自己的什么业，他外面的境界就呈现出什么样来啊，所以说外面的境界跟他的内在的业是直接相关的，因为境就是心生的嘛，什么样的心产生什么样的境，那个境还是他自己变出来的境，外境当然是心生的哈，就是那个境是他的业产生的，他的眼识呢就变出来的不同的境界，然后就起贪着心，就会入胎，或者就会化身啊，这个没有什么啊，关键就是我执，这个第七识不会死的啊，第七识死不掉的啊，这个要死也是这个肉体死了啊，肉体色身坏了。他其他的都不会死啊，受想行识啊，但是虽然会暂时停止啊，但是呢，只要七识发动作用，中阴身一升起来，这个色受想行识都会产生。中阴身也有五蕴啊，只不过是个色蕴呢，它是风大为主，它的色蕴比较轻，它也有身体的啊，中阴身。